新出炉的，我也很想看啊。啊，你想看？当然了，歌声了起啊，去，你那个号称代言者啊，他唱什么歌都取代原来的主唱者。哦，哎呦，唱出自己的味道哦，代言者。对，来，我们的热烈掌声欢迎我们新出炉百万歌姬郑如仪。欢迎才女。对，哇塞，是是，刚出炉的百万的天后啊，她的歌声相当动人啊。嗯，就是你怕不怕她唱你的歌？我其实还蛮怕的。哦，那就不要唱好了。今天这样难得的品源的歌，有唱过她的歌吗？你说比赛吗？比赛没有，私底下哼。对，没关系。有啊，卡拉 OK 也可以。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经典哦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这首歌，你们大师听听看的哈，给他一些鼓励好不好？给他一些指教。对，我要听看看。来，如仪来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对你的思念，是一天又一天，孤单的我。还是没有改变，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？亲爱的你，好想再见你一面。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，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，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？就是好歌，我们节目何德何能啊，请一个品源大师在旁边，一个帮他弹吉他，一个帮他合音，待会我唱一首给你帮我伴舞，我依然没大没小这样，你声音合进来就不一样。你觉得他唱歌有没有个人特色？非常好，而且呢，我觉得他真的是有那种代言者的气势，唱出自己的味道，而且更让我觉得这首歌再一次从如仪的口中听到这首歌。让我觉得这首歌写得真好。不过说实在，他真的是把这首歌的感情呢表达得非常好。对对对，我也非常的喜欢，几乎是完美无缺的。我就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过20关。真的真的，这个是很厉害的。其实我也常看这个节目，可是有时候因为上通告有几集会漏掉。我真的还蛮想知道他是怎么过这20关。哦，你怀疑他的能力吗？不是怀疑，是很想看他。就是很想再重新看一些。是是，来明日之星总共几个月啊？如仪，7个月。7个月，这7个月怎么样历练，怎么成长？我们制作单位呢，为了回应所有爱护郑如仪的观众朋友，也整理了这段精彩的影片。不如我们现在一起来看，好来。